那时耶稣对尼柯德摩说，当我对你说你们必须由上而生，你不必惊讶，风随意吹向哪里，你听见他的声音，却不知道他从哪里来，往哪里去。凡由圣神生的，也是这样。尼柯德摩再问，这怎么可能？耶稣回答他说，你是以色列人的老师，竟然不明白这事吗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我们知道的，我们才说，我们看到的，我们才作证，但你们不接受我们的见证。我跟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。当我对你们谈论天上的事，你们又怎么会信呢？然而，除了那从天降下的人子，没有任何人上过天。梅瑟在旷野中把蛇举起来，人子也必同样被举起来，好使信他的人都得永恒的生命。